和恐龙戴诺学习。嗨，戴诺。嗨，戴娜。今天要不要一起玩呀？啊！太好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你们必须牢牢地盯着球哦，千万别看其他地方。很好，这次是戴诺赢了。我们去玩下一个游戏吧。好的，这个游戏要射机器球。哦，哦，戴诺别伤心，你射得很好。很棒，这次是戴娜赢了。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游戏吧。这个游戏是跳跃比赛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戴诺，没关系的，别放弃。啊！太棒了，戴娜胜利了。戴诺，加油，只差一点点就到终点了。太厉害了，这个比赛真是太精彩了。你们两个都应该受到奖励，表现得太好了。好好享受糖果吧，我们下次再见咯。和恐龙戴诺学习。戴诺你好呀。今天想和我们一起来玩弹珠吗？太好了，那我们出发吧。瞧，一个红色的弹珠。你必须用另一个弹珠打。准备好了吗，戴诺？这是一个紫色的弹珠。干得好，戴诺，我们来数数吧。一、二、这是一个橙色的弹珠。哇，戴诺，你连续打中了两个弹珠，我们一起来数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是一个红色的弹珠。没关系，戴诺，我们再来试一次吧。这是一个绿色的弹珠。
不可思议了，一连打中了三个弹珠，我们来数数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干得好，戴诺。你打中了全部的弹珠。今天我们还学到了很多颜色。一起来总结下吧。紫色、橙色、红色、绿色、我们今天玩得真开心呀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。和恐龙戴诺学习。嗨，戴诺你好呀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玩泡泡机怎么样呀？太好了，来吧。按一下按钮就会发射一个球。红色，然后用红色的球来打红色泡泡。戴诺真棒。黄色，用黄色的球去打黄色的泡泡，加油呀。打中了，戴诺真棒。绿色，用绿色的球去打绿色的泡泡。错了，戴诺，你打的是蓝色的泡泡。再来一次吧。绿色。加油。太棒了，戴诺。蓝色，用蓝色的球打蓝色的泡泡。好球。橙色，用橙色的球打橙色的泡泡。戴诺做得好，我们今天玩得真开心呀，还学到了好多颜色呢。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。红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蓝色、橙色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。和恐龙戴诺学习。嘿，戴诺，你今天想学习颜色吗？好极了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橙色的螃蟹，你应该看一下这些石头。
好了，戴诺，我们找到了一只橙色的螃蟹。我们再继续走走，找找看沙滩上有什么颜色。太好了，我们发现了一个蓝色的水桶和一把蓝色的铲子。你觉得我们能在沙滩上找到其他的颜色吗？瞧，戴诺，这是戴娜，戴娜旁边有一个黄色的排球。你要不要和它一起玩？戴诺，你和戴娜玩好排球了吗？那我们继续找找吧。太棒了，戴诺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粉红色的贝壳。看啊，里面有一个粉红色的珍珠耶。我们再继续向前走走，看看我们还可以在沙滩上找到什么颜色。我们找到了一棵椰子树，上面长着绿绿的椰子。你能把它从树上摘下来吗？看啊，戴诺，好多绿色的椰子呀。太棒了，戴诺，今天学了好多颜色。一起来总结下吧。橙色的螃蟹，蓝色的水桶和铲子，黄色的排球，粉红色的贝壳，绿色的椰子。我们下次再见喽。